使咁遠啦，拉翻近啲啦。唔得，一定系咁遠，啱啱好啫。過嚟，上高高位啊，呢度係。上高高少少出嚟嘅，唔係好多咧。你底下近啲啦，底下近啲啦。OK，OK， 今日特別介紹。咁你嗰下行過咗？過咗啊！我行咗過去。哦。還好彩昨晚我去拿車，如果昨晚我不拿車，這輛車根本要等多兩個星期才拿到車，因為不是你知道馬來西亞封城，不知道封城的封閣，全部店鋪不得開，所以今天真是有事。快點快點，入大四日封城，唔係你知啦。希望依個聽千啦。啱啱就係落完水啫。好多嘢都好貴嘅，我唔知道其他國家會唔會咁樣樣。譬如你個落的850cc，通常我哋唔係你知嘅車仔啊，1600cc啊都係幾十蚊嘅啫。我唔知道做咩坐大摩托西啊，我都係大家擺坐嘅啫。我都差不多年紀都幾大下噶啦，諗住仲有多少體力坐下啲同摩托西試下感受下人生啊！問題我一坐落去，我先發覺，哇！原來 Malaysia 850cc 嘅落地，我係成350蚊啊，同車仔嚟比啊，差不多係好多倍啊！1600cc 嘅車仔正話都唔到100扣啊，咧90扣咁樣樣啫，你貴到～真係離曬譜喎！呢啲玩意真係唔係咁簡單啊，係超貴啊！仲有 insurance 都好緊要貴啊！你貴冇相干啊，係嗰個 NCB 啊，你車仔可以扣55%，啲由摩洛西扣盡係25%啦。或者我真係冇去注意摩洛西同車嘅分別啊，所以今日我同大家講下，其實呢頭摩洛西好多嘢啊，係好貴嘅。出落的貴啦，出現 soaring 貴啦，甚至乎大丫都貴啦 ，service 貴啦，係比車係好貴嘅，而且係好高風險，因為有可能係後生仔貴嘅。